哦哟，这个球安打嘞！哇，守名打者安打上垒，紧绷的时候啊！出吧，外野的飞球，哇，这个球追得到吗？追不到了，弹出去了，还是砸锅了。广如 double 追平分进来，因为守的也比较浅呐、啊。我的因为要防范打穿哈，所以外野的站位是非常前面的。如果是比较正常的站位的话，或许就有机会。这样，这样，哇哟，真的安打出来了！那二垒上这一分也要回来了，陈杰宪上二垒，还要往三垒冲，这会是三垒安打吗 ？Safe！ 哇！哇，打豪进真的好，我有心得哦。现在外野的失迷就醒过来了，九局上半的这个攻势啊，你真的豪进。那在上一次的初赛啊，你说虽然是失误开始的，但后来的确他也是被打全垒打，就被狙击的情况是比较多的。这三支安打真的都打得都蛮强的。对。后面那两支都是长打，几乎都完全咬中了。